我站在屋顶，黄昏的光影，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，微妙的反应，忽然想起你，这么近，感觉像是一个亲二。对呀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想听这个。叫不是换个叫我妈的，妈的不是这个叫我妈的。下来，这是脚才能受力的。是呀，压得住我这只脚。啊？踩不到，踩不到。待会儿贴热行吗？啊，行，贴热点。想拍一个带关系的玩吗？做错了什么吗？先给你一点，给你一点。二哥，人家别换了。二哥，别换了，啊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大了。似乎来得很小心翼翼，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相信爱来了，这种滋味很美丽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我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？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去？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，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，在同一天发现爱在减